挺直之后呢，把你的 肩膀微微的放松。用静坐来沉淀身心，慈济志工将静思茶道带进花莲监狱，品茶前先了解慈济人文。有理就有理，在现代社会太快速的时候呢，会忘记了礼的互相的尊重哈，所以如何让把克己复礼这样子再融入在课程里面，让重新再提醒哈，那我们大家人跟人之间互动会更有温度，更温暖。茶杯可以装茶水，我们人呢可以装什么？装很多很好很好的一个思维在里面。茶道的每一个动作都富含人生的寓意，还传授三好茶，希望收容人口说好话，身行好事，还要心发好愿。茶放下去，在发好愿的时候，我是想说，这一趟希望是我人生的最后一趟，然后这次回去能够重新开始我的人生，然后不要再犯以前犯的错。透过静思茶道滋润他们的心灵，让高墙内飘满茶香，也充满人文之美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玉莲、罗之星华联报道。音乐也是艺术殿堂，台中慈济医院经典杂志摄影展主题是从远古到文明，谈台湾过去从30年以来的历史，谈台湾如何寻求更好的生活，谈经典杂志如何到世界各地去取经，汲取很好的片段来结合在一起，同样塑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来努力啊。经典杂志从远古到文明摄影展，以关怀土地、纵观世界的影像为主轴，分为考古台湾、台湾好生活、世界蓝图、台湾愿景等三大系列，将近50幅摄影作品在台中慈济。